四度观天下，代表予咱今仔日社稷的各地主，也就是咱台南管理的阿兰文秀堂、台南文秀堂，也咱的堂主，甲着咱所有的叔叔，也来干干部，甲着咱所有咱遮的龙华地主一同，也会当来合家平安，风度大展。做事无使，会当来逢凶化吉；子女健健，过过会当来好健财。日日行走得乐，行西又得宝；日日顺，日日好，日日招财又进宝。大家做前做后，会当来得财宝。一辈子辈子，拢会当变欢乐。日日顺，日日富，一年发土地要交车，搁再来起新的楼厝。南边看雨，日落千祥，家家把东开。我也是一个歌。